大陆131军舰。啊，这里是中华民国海巡署100多天广播。你现在已经严重破坏地域和平、稳定及安全，请你立刻转向驶离。如果你继续前进，我将采取驱离措施。现在时间8日下午3点，我国军舰1206号与大陆军舰131军舰两艘对峙中，目前两艘军舰相隔约3海里，目前持续往南航行中，本艇在旁警戒。